欧洲理事会在1987年宣布圣地牙哥之路是欧洲第一条文化之路。这条路的路线起于西班牙和法国的边界，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是朝圣者到圣地牙哥朝圣必经之路。这条路上面大约有1800栋建筑物，不论是宗教性或者是非宗教性，都有极大的历史价值。这条路在中世纪的时候，在促进伊比利亚半岛和欧洲文化的交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一直到现在仍旧是代表当时各阶层人民对基督信仰的最佳声明。从法国西南边比利牛斯山麓的松波出发，贯穿西班牙北部到西北部的圣地牙哥，全长约840公里。故事开始于公元9世纪，西班牙西北部的小城，当时有一个牧羊人坚信自己见到一道奇异的星光，指向山上的灵柩台。在宗教至上的年代，主教宣布是使徒圣雅各在耶路撒冷被偷运回来的遗骨在这个山头显灵，这座山就成为了今日的圣地牙哥城所在地，朝圣的舞台就此揭幕。步行走完全程需时1个月，但是亦可依照个人计划进行中短距离的心灵之旅。